小二吧，这是小王同学的二胎啊，比小野大一个多月。二宝啊，现在好胖啊，白白胖胖的。这个小多了，小一个多月。小野，小野，他要睡觉了，他要睡觉了。哇，还在炖牛哦，还在炖呢，炖牛肉。好，拿上筷子，蹭点吃的。我感觉我们今天来是蹭东西的，孩子蹭衣服，我蹭吃的。哇，这个是没洗住的。哇，这个手艺比我还好。好，这种豆浆，虫子。原来一个满24小时陪护，24小时陪护。对啊，哦、你孩子从你一出生过来，嗯，抱着，你想见门铃呀，是不是呢？哦，这样的。对。哦，是别人陪着你的孩子。对啊。哦，你在外面等着。你在病房睡着呀、啊。病房睡着啊。你想见你就按下门铃，给你拿进来呀、啊，推、哦、进来呀、啊。24小时就能看护是吧？对啊。哦，那贵还是有贵的道理啊。他刚说的是私立医院，生孩子花了5万多株。那我去的是公立医院，只花了7000多，但是我觉得还行，就是自己稍微累一点，该有的呵护他都有，就看个人选择吧，我觉得。嗯，送去中国就好了。送去中国就没有压力了。你看那个颜色不一样，这是母乳，这个是奶粉。是的。颜色不一样。小二宝，快睡觉，小二宝。头发，你看头发多黑。刚才喝了什么奶粉啊？这个多少钱一罐？0到6个月，900克，应该是一段吧，它是讲段是吧？段一段是吧？背了很多的。哦，羊奶啊，哦，这个是泰国的。这个一罐很贵啊。150株，1500株。这个以前呢、啊，我帮中国人带，进到中国、哦。是吧？有人买这个是吧？是的。中国人很多买这个的。是的，找的到处找。哦。以前中国好流行。哇，美琪会做生意啊。你那时候还做代购。中国奶粉什么是独大吧？后来中国。就是那个三鹿嘛，三鹿奶粉。嗯，然后他们就在那里。两个泰国媳妇。结婚的时候知道吧？嗯。一个月是3000吧。哎，抓着妹妹来，抓着妹妹，感觉大一个月才大一圈，感觉，哎，抓着。好白呀、啊！抓、嗯、他！给他手胖胖的，这么胖。抓哦，黄疸吗？哦，那个灯照的啊。嗯，是是是。我昨天还把它放到太阳下面晒了一下，长得像我。是。所有粉丝都说长得像娜娜，我觉得也有人说像我。他哪里像我？这里，可能如果像他，上面就是嘴巴。嘴巴像妈妈。眼睛上面有点像，就是上半部。鼻子不是特别像，我觉得。米森什么意思啊？阿米森。啊，不可思议的意思是吧？是这个意思。啊，牛皮，取名字很佛系。阿米森。他姐姐是米莉。美丽，基本的美丽，就是泰语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美丽。也是美丽的意思吧？啊、哦。美丽，你说。啊。这么红的嘞！看到后面的肉，看这里的肉。哇，这么红的嘞！对。现在保险那边不是锁吗？啊。能进吗？他会检查体温。哦。检测体温，他就让你进去。对。可以进。他就在那个路口，哦，不用医院是吧？不用。我以为要搞什么证明，这样、像老张瞎说啊，今天哪里需要？要搞什么？要办证明出去，我的天哪！你看，这底小也两个，跟你说，这里好大。看那奶粉还是养人啊？两个孩子一个月奶粉多少钱？透露一下。反正3万就不够了吧。3万株是不够，也是6000-7000块钱吧。我的天哪！两个人嘛，两个孩子喝的特别多，他喝的特别多，比他喝还多啊？他不会比他还胖吗？恩宝喝奶比这个厉害。1岁零10天的时候就可以走路了，你想一下。啊，下次再来玩。拜拜，改办。啊，走了，拜拜。哇，天哪，谢谢。
1000多。哇，你们真舍得。我买衣服买一是10000多。他两天花8000多，2000-8000多，最近这。今天我也是。财务危机了。你看我买个尿布。一包。他的一包150，我的一包是50多，哇，贵3倍。你看另外一个，我买两个牌子。在哪里？你看，把粉红色的打开，这个是599一包，好小的小包的。小包的，哦，真的花钱养孩子。哦，这边全部都是衣服，我的天哪，买这么多衣服。你看他被子也是。他估计都穿不了了，穿不了那么多衣服了。是的。但我来混吃，小孩子来混穿衣服穿。好，谢谢。我火锅到，火锅底料到了，给你们火锅底料。好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看一下我。叫叔叔。走了。好，早点休息。走了。